李亚伦今天不起诉是吧？干一杯，恭喜！有颜值，你还有条件，又聪明，聪明有反应，有找他吃饭就可以。当然有，嗯，食量不错，还是很吸引人，就是一个你看到会有感觉的那种。飞成哥，你有感觉。哎，我们的二姐江慧姐金曲奖后来也不参加了，嗯，她经常会得奖啊。现在你看得六座就可以叫金钟居士了，对吧？再得四座我就叫十全老人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向全天下宣布我不参加比赛了，把机会留给后进，对不对？旁白各报报，曾国城私约炎亚纶吃饭，有感觉夸口时江慧不报金钟奖给人机会。一路上都是陈哥在旁边跟我蹲蹲教诲，我在他旁边不认真。是一字千金的曾国城，13年长寿谈话综艺《一代女王》改版重生了。哎，和老搭档巴玉依旧默契十足。你以为他喝的是水？他喝的是墨水啊！一早起来磨呢。今天通告到几点了？今天通告。我们布景很像芭比娃娃的那个家。那明明是芭比娃娃，那为什么我们这边会有纸扎人呢？然后知道女生其实都是如何的。如何的机关算尽？大嫂什么机关？大嫂是属于行政机关。零用钱他还算给了阿莎莉了，不算请客吃饭哦。以自己花用，大概都在50000块左右。每个月家里的开销，连贷款都是180000跑不掉，至少有4间的了。4亿差不多吧？就没有也快了吧？一定超过3亿了。我什么亿都快没了，我只剩八亿。我儿子刚刚交女朋友，所以他有了一段失败的经验之后，这一段他特别的珍惜。哎，他们其实在家里说，叫我千万不要提到的感情的事情。先上次访问之后，我见过哎，说好不了的。谢谢有家人的支持。陈哥今年夺下个人第六座金钟奖，他发豪语集满10点便将会。现在你看得六座就可以叫金钟居士了，对吧？再得四座我就叫十全老人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向全天下宣布我不参加比赛了，把机会留给后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的二姐江慧姐金曲奖后来也不参加了，嗯，她经常会得奖啊，你说对不对？伦伦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晨晨。谈到常在荧幕上激起火花的来宾炎亚纶，陈哥额手称庆啊！炎亚纶今天不起诉是吧？干一杯，恭喜！我一定会找他的，因为他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表现得非常的优异，有颜值，你还有条件，又聪明，聪明有反应，所以现在太好了，可以大方的邀请他。有找他吃饭就对了。当然有。食量不错。我有多吃一点啦，为了配得上你。还是很 fit， 还是很吸引人，就是一个你看到会有感觉的那种。飞成哥，你有感觉？眼睛会亮，就这样。你也知道我意思吧？三立娱乐新闻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晨晨报道。